道可以重复的话，两三次。那三四块其实跟市面上那些那些宝特，有机的，对，因为它是有机，就是有机，有机有茶，直接茶叶吗？它不是茶包，是哦，这个茶叶哦，没有这样的材料，一颗里面是上的。最后进行专题后有明显的差异，像在这里客群的部分，泽美珠宝影楼现在仅能针对延吉市场中的居民以及顾客来进行销售，若采都将成为泽美珠宝影楼的潜在客户。我们也透过上述的分析，我们提出了以下的改造计划。首先 STP 的部分，我们为了要吸引年轻族群，我们将店面装潢进行全面的翻修，并且我们设计了全新的，看见了泽美珠宝影楼网络事业的需要，因此网络商城 APP 网站的架设，透过这样的方式与网络事业接轨，扩大整体的销售圈。以上是晨光影耀影楼改造计划的报告，谢谢大家。好，谢谢报告。那影楼跟一般的百货专柜其实不太一样的点在于说，百货专柜的价格就是非常强硬的，就是说现在这个价格就在这里，那我不给你改。可是影楼它不是，老板他会考量到说，那现在的价格总是不合等等的，所以消费者对于老板之间可能还有一些的沟通空间，进而让消费者也觉得说，其这样子购买是不划算。对，对，就是以当日下单的价格，然后之后再自己，消费者要再自己去支付一些运费的部分，然后做上个月到自己自念的部分。我们现在的话，我们 APP 的部分。泽美还有采纳你们的建议吗？就还有整个大阪城，还是目前是利用就是用 Rhino 还有 Kisha 这个对 Rhino 3D 建模软件，就是在那个用电脑的制作，对，所以有一个虚拟的空间给他参考这样，然后他现在就是也蛮喜欢这个部分，然后就考虑要采纳。因为现在进行店面改造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我们也会非常具有危险性的，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经济的这个时段，那它的整个经济的动荡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期待就是等到我们真的完善之后，然后也确定说每个工程的日期，那我们来这样透过这样的方式，店面装潢的话，现在依照现在的销售量，对于泽美珠宝影楼而言，它的销售可能不够支付这样的效果，因此有其他的改造部分。那销售额有严重的改变，然后他也给我们许多的书籍嘛。其实书籍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说影楼的历史。然后因为这个影楼的城市店家比较少，所以在那条街上面是属于有公信的。我会觉得还不错。然后 APP 的话，有请老顾客先试用看看，然后他们都觉得就是其实很简易、很方便，明了的都很干净。
么多东西借给你们哈，真的是很有套的。他们什么时候会需要饰品？年轻人什么时候会需要饰品？那在他消费能力可以负担的这个情况之下，好，然后让他就是有意愿，也有可以主动，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我的那个消费模式，那可是这个其实如果你直接跟购物平台去做之后嘛，或什么的购物平台去合作，是不是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就利用我们所学的东西，然后将一些流行元素加到饰品中，所以让这些饰品呈现出一种新的感觉。所以我们想说推广出去看看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成效。然后我们有实际是发放问卷，也是主要是针对年轻族群。那每次购买饰品价格大概是落在哪里？那透过这样的方式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去评价我们的商品定价。就透过这样的方式，即使我们有一个品牌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品牌价值在。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了解凤仪书院的游客特性，利用爱美小组的研究流程图。凤仪书院介绍历史严格。书院经整修后，2014年正式开放，且成为台湾最大规模的书院。给我等一秒。也曾在2018年获得文化部优良奖。SWOT 分析优势。高雄市民与平日是由文化公车利用文化部最新资讯。威胁南部知名景点多，近期疫情严重，可能会分散观光客源。交叉分析 SO， 高雄市民没口渴，一日公车爬爬照，拍照打卡上传去，提高最佳曝光率。ST 观光景点多，服务品质好，书院吸引你，增加新商品。
WO 提高行销及宣传，增加人员看短期，改善书院的不足，优良服务帮助你。WT 作为童年 useful， 今天美食 wonderful， 专属停车 helpful， 吸引人潮 successful。四批分析，接下来是我们的重点。水本小组也针对第四象限优先改善区中 DIY 体验具有教育意义，以及书院的工友发现大多都是家庭旅游，书院里面没有什么互动游戏可以游玩，但是他们也有一款桌游，不过里面的游戏规则看起来好难哦，小朋友应该看不懂吧？怎么办嘞？怎么办嘞？别担心，我们也会从书院设计这款亲子桌游，它不仅能让大人与小孩增长知识，还能增加互动哦。哎，这感觉好好玩哦！这个玩偶好特别哦，那我来玩玩看吧。哎，我想到互动卡耶！哇，是与家人拥抱五秒钟耶！哇，你们的感情这样就变好了耶！哎，那为什么你们会想设计这款桌游呢？其实凤仪书院本身就有一款桌游叫《升官图》，可是它的游戏。所以的确是亲子多吗？对，亲子，然后跟亲戚朋友，亲子，然后朋友。亲子多跟朋友多啊？那其实这个是问卷施策的技巧。对，小朋友是没有消费行为的，所以那个不是经济，就是他没有经济能力的话是不能填的。所以那个是问卷施策上的技巧。好，所以如果以后也要做问卷，你们要自己去设定好。那因为这样填出来的才有可信度啊。对，不然小朋友都给你乱投啊。你们过来有公仔，就在地人的那个经验来讲，你们觉得他为什么没有很多人要去参与？为什么？除非是自己很有兴趣想要去研究，才会想去。对，好，谢谢。那么其实一个好的专题呢，是由两个创新及一个实践所组成的，其中一个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而一个是技术的创新。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去实践，推出最低可行商品 Minimum Viable Product， 用最低的成本跟资源来做出一个产品，去测试这个市场，
那越早失败，也就越容易会成功。林小龙也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一直分析不去实践的话，新冠肺炎这么严重，造成很多学校都停课，也证实了这一点。再来就是程式能力，108课纲正式将演算法、程式设计等能力指标纳入国高中课程，提升程式师们也都知道，所以我们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本次的专题呢，跟三管群的课程相关性有哪些呢？首先，在高一时我们学到电脑软体应用的课程，里面有教到 PowerPoint 有提供自动对齐的功能，所以我们使用并验证学习的成效。再来，本次专题的技术核心当然就是 Lightbulb， 我们采用 Lightbulb Designer 做设计，并且部署进 Amazon EC2 的虚拟机内，让它可以持续的运作。再利用 Jupyter Notebook。那现在就让我们讲解一下，一开始进入这个机器人的时候呢，它会出现本团队的介绍。这时候只要点右上角的免费线上学习资源，就会跳出这样子的画面。再点下基础 Python 呢，就会出现我们每个单元的名称。再点现在目前一共有四个单元，再点进去会有出现章节，每个单元有五个章节。那只要再点下开始上课呢，就会跳连接到那个我们 YouTube 的影片里。上完课再点击下面的，点出这个画面。评审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块空白的区域，这个区域呢是我们一开始打算留给赞助商投放广告的画面。我们希望可以借由赞助商的投放，让我们的整个商业模式变得更健康。再来，下面可以看到一个指尖篮球的按钮，这就是游戏的功能，它就类似一个投篮的一个游戏。那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主要重点是右边这个莞尔一笑，这个它是我们自己做的，它是我们100则不同的笑话，然后再利用资料库还有乱数功能来制作的。所以只要使用者每点一次，就会出现。我们借由这个方法让同学认识到这个有趣的界面，也成功的吸引到他们。五次的课程下来，他们的总体成绩提升了41.9%，其中有60%的同学有大幅度的提升。成绩的进步可以带给他们学习的动力，也会让他们更加喜欢程式语言。那之后呢，我们希望可以提出课程推荐的功能。课程分析呢，就是可以让这支 Lightbulb 更懂人话，在使用上会更方便，也更有趣。之后我们还要开发更完整的教材，现在目前只有 Python 的课程，希望之后可以推出英文背单字的功能，让更多可以有更多的使用者，更多的学生可以因此受惠。那我们之后还要优化影音教材，希望将课程的影片。套一句凯撒大帝的名言 ：I can, I saw, I conquer。看见问题就去解决，让我们世界变得更美好。那现在再提问一下，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商业模式。在对的时间将对的产品用对的方法推销给对的人，那之后呢，再有另外一批对的人来投资我们这个品牌，然后就放在 YouTube 上面。所以是解题，不是在教 Python。是就是解题，还要教 Python 的语法，有选择叙述，还有基本的程式能力，还有回圈，有另外在讲。好，那其实现在有很多教学平台，然后都有很多大师。因为像他们的教学平台基本上都是一个网，那网站有99.99%之后都会成为蚊子馆。那 App 的话呢，就是很容易遭到淘汰。现在教学平台，我在讲的像是像育网啊，像国外的。所以因为我们是学生，我们希望利用成本最低的方式，也就是 Lightbulb 来用成本最低，然后用最有效的方式来解，让他们比较容易。所以我们就利用我们的口吻、我们的方式、我们理解去讲解给他们。好，没有，所以我其实是要引导你们，就是你们去上你的正式知识的那些现场课程，然后大家都告诉你说啊，那个太无聊了，那个不好玩，什么什么的。然后你们去收集了很多很多大家不想使用的那些原因之后，然后诱发出你们来做这一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前面可以有一些铺陈完了之后，然后才产出你们这一套。那如果你前面能够有铺陈，那个动机就会更强。就等于说，你可以先去知道说，为什么大家对于那种，因为现在那个线上课程是多到不可数，那为什么像你这样？然后那个等于说操作的部分呢，是同学是同侪在教的，那同学比较能够接受。那如果能够有那一段铺陈的话，是啊，这个有点像是说，像你这样就做了蛮不错的，就是。那这样子专题的制作就会更。那另外就是那个有一个空给那个赞助厂商放广告，那像是会不会在
太商业化了。化了我们现在我一看到商业化我就不看了，会不会这样？因为现在任何的那个教学品牌才提了一枚哦，我们东西就会立刻消失，就大概剩一块的时候，我们就该把东西提出来，然后再放到另外一个额度去。对，所以这叫成本，所以我们之后想要，可是这样子免费额度当然会有相对的代价，所以就是在用的时候。很多同学跟我们反映，就是会相对对对，然后让我们的服务可以更完善。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有找到那个金主了，就是我们有跟 T8Me 合作。那 T8Me 呢是全台最大的线上学习网站，目前有170,000个人在使用。那我们跟他合作内容呢，就是使用者从我们的机器人点进去他们的网站，并完成一笔订单，我们就可以提取20%的佣金。像是如果他买。五一品牌品尝开嘎贺，我们是客家文化传承与行销4.0探讨原乡原职上文化村。天公啊，落水哟，阿妹呀，台边草木蕊都行随便。研究动机，某次入侵美浓时就被原乡原独特的外观吸引，入园体验后深深领略客家文化之美。推广最后给你店家写什么建议？主题与课程内容之相关性，我们借由商业概论第六章行销管理所学的行销组合及老师上课所补充的行销4.0理论的探讨，也借由第三期概论文书排版如何设计问卷问题分析，也运用了多媒体制作所学的电子书30页宣传单及影片剪辑。多少伤心的泪，是因为这部电视剧《星星之火》先到美浓取景拍摄而爆红。到了民国47年，原乡原职场厂成立；到了78年，原乡原职场文化村正式成立。创办李红军先生原本是一名音乐老师，后来有感于家乡文化迅速流失，因此回到家乡传承客家文化，成立原乡人至今已30个年头。经营理念为：原乡系情谊，散原传千里。此外的分析，又是。独特客家建筑、客家文物介绍，提供 DIY 体验，具备美食餐厅。面试地理位置偏远，业者独立经营，设置较少变化。机会文化日益重视，体验经济发展，公共意愿提升。威胁具有竞争对手。SO 新增数位导览器，品尝客家美食，培养导览解说员。解说员 WO 客运业者合作，配合学校课程，走向新建博物馆。博物馆 ST。提供商品客资法，实施差别定价法。差别定价法。WT。新增 VR 设备，政府单位合作。政府单位合作。STP 分析 S 市场区隔。分布于南部地区，主要族群为学生，整体感受为轻松快乐的，且与亲朋好友出游。T 目标市场，吸引对客家文化及 DIY 有兴趣的民众。P 市场定位，尽情享受及体验客家文化之美。武力分析，现有竞争者。在美浓三间文化村分别于不同干道上，在 DIY 体验上，原乡原比其他两间难得多，因此我们胜出。潜在竞争者，网络十分发达 ，VR、AR 设备相当普及，我们也持续关注了新技术。低纳米威胁，网络商店虽然购买方便，但只能购买到商品，游客无法亲自体验到 DIY 的范围。消费者议价能力，商品不断创新，所以消费者议价能力低。供应商议价能力，不许特定厂商进货，供应商议价能力低，因此我们胜出。爱我们吗？你信不信？原乡人，我们在行。视频分析，产品有形产品为纸伞、擂茶、陶艺；无形产品为客家精神。价格，纸伞产品价格为700到1300元，擂茶为100元。通路，实体店面、网络行销、推广、网页宣传、建立 LINE 和发放宣传单。行销4.0，行销1.0，主要核心为产品特色。产品特色，在这里我们提供消费者 DIY 彩绘纸伞，并亲手制作陶艺。且品尝自己磨制而成的擂茶。行销2.0，主要核心为顾客满意。顾客满意。我们将原乡人在顾客体验 DIY 的过程中时，进行他询问他们的建议及感受。行销3.0，主要核心为人本价值。人本价值。原乡人在顾客 DIY 体验的过程中，有专业师傅不吝啬的给予指导。行销4.0，主要核心为虚实融合。虚实融合。除了能亲自到原乡人体验客家文化，也能在 FB、IG 及 LINE 追踪到最新的资讯。若有意见也能及时获得回馈。五 A 小剧场。Take One 认知，透过各种行销方案，让民众知道有这个品牌。
哇，好无聊哦，小婷有什么地方好玩？我上次在网络上看到元宵爷的影片，我想去那边看看，你们要去吗？好啊，那走吧。欢迎光临元宵爷职场文化村。为了因应防疫的措施，我们入园体验前要先量体温，喷酒精消毒一下。请问各位贵宾是第一次来吗？我网上有影片介绍，这是我们方便的话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扫一下我们 QR code 吗？好啊，我们那一层会进行公告最新消息，就是我们宣传单跟三折页，提供给贵宾们参考。都是我们有 FBFIG 粉丝团或朋友推广，我会推荐给我家人。那我不会没那个东西不好，我知道。是问卷结果，根据问卷调查显示，有50.36%的民众是因为方便再度光临，而愿意再度光临的原因是喜欢传统文化。我不愿意再度光临占42.1%，为交通不便，大部分民众会以 FB 粉丝专业来浏览。有78.1%的民众感受最深的不是结果，大部分民众都会利用 Happy 面能更加了解。五、哦、结论建议行销方案，本消组为元宵与职场化设设计拉一层赖贴图、电子书、宣传单、拍摄影片及三折页，这样除了让民众吸收了解到元宵的历史由来，也能提升知名度哦。谢谢啊，大朋友家。我就想到美和。谢谢啊，大朋友。我就想到职场。谢谢啊，大朋友。我就想到元宵园职场化村，欢迎来我们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客家文化那么美丽，明天还是看到你。元宵园职场化村，欢迎你。好，妈祖独特的魅力也让我们深感印象，所以也决定选择妈祖文化作为我们的专题题目。除了了解妈祖文化在宗教、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先简单叙述一下妈祖文化的历史背景。妈祖文化起源于中国福建省一带，由莆田湄洲岛开始发展。17世纪开始，汉人渡海来台，将妈祖文化带来台湾。经过历代的变迁，妈祖文化因为不安定的社会下，宗教活动成为人民寻求安慰的一个管道之一。参与绕境活动的数也逐年增长。通过上面的资料可以看到，在近十年参与绕境人数这皆呈现正成长，更在2019年上涨到200万人，连带影响食衣住行等方面，例如交通运输工具的使用量，希望借此提升妈祖的传承。学生的看法是什么？你要去思考一下。好，因为
印象最深刻，他是借由做一些区隔，有参加跟没参加的，他都没参加过，你还问他为什么？